母亲花会有女仔跟我吗？到依家仲系寡佬啊，无对象过年不敢回家，回老家三姑六婆都问话，问我几时会摆酒啊，我只好敷衍句好快啦，未结婚关你鬼事，个个见我都问一次，你未说出一句美丽台词，是否我未解决终身大事，成了你眼角里的痣，为何三十岁未娶老婆，老豆妈只系度日饿夜饿，佢哋话工厂女仔金贵多，点解你一个都未追到过？隔离屋小强连制都生咗，你堂弟嗰女已经两岁多，隔离村肥仔有波又有啰，不如下女同佢去拍拖。阿妈快快脆可以做家婆。我的他两年前已分手啦，真心的不过他爸妈，宝贝女一定不可远嫁，要结婚必须省事有个家，提下啲楼价我就怕，附身家买得起厕所吗？分手咗相睇几次，日开口就调查收字，都嫌弃我不想半年共治，也买不起一只钻石戒指，停留去到傲慢意义，为何相睇要问房产证，又问我每月有几多钱剩，你又唔系靓得好似明星，一想起呢度我就好鬼兴，为什么有车有房先应承，为何要睇张卡有几个零，从来未察觉你语气动听，想睇搞到人冇晒心情，是不是逼我去做通胜？想看更多精彩粤语视频，请搜索微信公众号粤夜粤搞嘢，婆妹我在这里等着你㗎。